哈喽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MIDI 这里的咪咪设计节目，我是阿哲。今天玩的是 Minecraft， 然后对大家应该发现就是我们的 Minecraft 已经变成 1.6.2 了。对，这是因为天堂拍完了嘛，所以我们就回到一般的 Minecraft 去啦。然后对，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今天要实况就是那个啦，就是一个那个逃脱密室逃脱的样子。对，这名字叫爷爷的别墅逃脱，然后是庆宇做的，其实他就是那个啦，我的以前一个同班同学啊，就是他要我实况一个地图，就是在我天堂拍完的时候，他就要那个实况这个地图，对吧、啊？我想说啊，反正天堂都拍完了嘛，所以就给他捧场一下也可以啊，对吧、啊？反正就是今天要实况他的地图啦，看他做的好不好。对，然后这个时候就是那个应该你们应该是找不到载点的，对，因为他没有上传到那个巴哈上去，我都搞不懂为什么他没有上传到巴哈，竟然。是你不肯定自己的作品还是怎样？我不知道，还是你没有真的有不为人知的秘密吗？对，希望不是这样啦。好啦，反正我们今天玩这个嘛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嗯，好，进去了。然后现在是晚上，对不对？那就先睡个觉好了。希望这个生存地图应该是不是生存啦，这个密室逃脱，因为我很不会玩密室逃脱嘛，所以我就是怕那个事情可能有点不顺利的样子。对，这个 game rule game story， 请调和平，对吧？我应该是和平模式，对吧？没错，所以应该我们先看一下 game rule 好了。啊，请关闭小地图，请勿作弊，请勿破坏方块，物品照实使用啊。储藏室在一楼厨房旁边，开心的玩 ，OK。然后 game story 呢？好，那我们就我的名。什么东西啊？什么烂情节啊？哦，什么东西啊？哎呦！好了，不要理会那个故事啊，就是不要去理他了。这个故事不重要，这个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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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lah， 好，就不要理他了。所以我们要找那个房间钥匙嘛，对吧、啊？这边出不去。对，然后这边巷子是没东西的，没错。对，然后我们的这地方很可疑啊，所以应该要找一下那个钥匙在哪里才对。在哪里啊？喂，哦，这不是，这是木头。这边有没有啊？嗯，好像有一点点，对，好像有看到了，所以应该是这边没错。哎，真的有，房间的钥匙，这是房间的钥匙嘛？好了，那应该就是放这边了。对，不要以为我不会玩密室逃脱啊！好，我真的不会玩了、啊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啊？这是 Mom and Dad's room， 进不去。然后 Grandfather's room， 这个阿公真的是怎样？啊，外面这应该是没东西啊。人家坐在雪地，我怎么，把我自己孙怎样啊？阿赫，怎么可以这样？啊，这样之后不要再遇到更夸张，那不然我可能会直接立马不实况了，对吧、啊？然后这边这应该是厨房吗？还是什么的？是这个吗？这个没东西啊，这应该是类似冰箱这种的吧，所以这应该算厨房这样子。对，然后爸妈房间钥匙这边还蛮容易就找到了，这是什么？这个可以拿吗？还是拿一下好了，对吧、啊？反正你有没有说这不能拿？好了，这边一堆东西，橘色染料，还有为什么橘色染料、啊？这有什么用吗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先全拿走就是了。对，然后那这东西还是拿走好了啊，反正你又没有说不能拿走，对吧、啊？所以就是拿一些这个，虽然我不知道有什么用啊，不可能要打凋零吧？怎么可能？对，然后这个应该都开过了吧？你们应该都没东西才对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出去吧。嗯，好，出去。哎，这该不也是箱子？真的假的？啊，这种东西，毒马铃薯要干嘛？吃了会中毒啊？
干嘛放这种东西啊？还是你有什么线索吗？我不知道啊，反正就是先都拿就是。耶托怎么坏掉了？要赶快修好才行。出招怎么做啊？好，这应该会做。啊，这个应该对啊，没东西嘛，这都没东西嘛。然后画就很可疑啊，应该可以进去吧？的，哎、欸，烂梗啊，都几岁了还在装画？好，随便。的，都几岁了还那么害羞？好了，没有了，没事。那这个嘞，这应该不会有东西了吧？好，不会有。所以应该是就是这样子啊。所以，对，他是说那个，我看一下 ，Game Room 看这个有什么？他是说储藏是在一楼厨房旁边，所以应该是这里咯。可是这边好像也不算厨房室啊。可是刚那个是厨房没错。然后这个东西没东西，这应该是厕所吧？啊，不管，反正我们就是出去嘛。然后这边应该是没有什么东西的，对啊。然后豆豆也没东西哦，发生什么事？哦，没事，哦，没事没事，自己吓到自己了。嗯，所以这边应该都是没东西的吧？对啊，照理讲应该是没东西。好，那我们就上去吧。我们拿到什么？爸妈房间的钥匙，所以就直接到爸妈房间钥匙去啊？不是啊，爸妈房间，爸妈的房间去了。对啊，就是这边，就把它开起来了。然后，好多箱子哦。我记得爸妈房间没那么多箱子啊。靠马铃薯，就是靠马铃薯。蜘蛛网。啊，我也不记得爸妈房间箱子里面会有蜘蛛网这种东西啊。啊，不管了，反正都拿了。虽然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屁用。啊，好，都是一些，就是都拿就对了。不知道他有，好，反正都拿了。然后箱子上面有东西这样子，对吧、啊？有什么地方可以？哎，这边有一个箱子，爷爷房间钥匙，其实这个还蛮好找到的、啊。以后藏东西的功力要强一点哦，知不知道？啊，然后我们拿一个锁链胸甲，然后锁链胸甲当然是拿来穿的。好啦，这边挖苦力怕干嘛？挖凋零骷髅的头盔干嘛？挖铁杖干嘛？啊，全部都是一些没有什么录用的东西啊，完全不知道要干嘛，好多有点懒得拿了，好了，还是拿了，就是守规矩的给他拿一下。这边应该是没有东西了才对，对不对？好，对，确认是没东西了，反正我们也拿到爷爷的钥匙了嘛，所以我们就给他打开过去吧。奇怪，什么纯金什么 iPhone 5S， 你在搞什么鬼啊？哎。纯金 iPhone 5S 应该没那么难看啊，除非真的是那种很怂的那种，不然我应该不会觉得这样。而且还把它摔坏，纯金应该纯金呢，应该不会摔坏它。不懂哎、欸，好了好了，就是新拿嘛。啊，我觉得这边应该快转了。好，就快转吧。哎、欸，拿到钻石了，这个箱子也是隐藏的不怎么样啊。好啦，我们应该可以做一个那个啦，锄了，锄头，爷爷锄头，对啊，所以应该是可以做一个锄头了嘛。照理讲，应该是这样子的。好啦，然后对我刚那个应该要装一个那个整理包包插件，不然这样子到处乱，这样子点来点去真的很麻烦。不管了，这之后再说了。所以我们应该做一个锄头，对不对？做。所以，可是我们要先找到合成台啊。可是这边好像完全没有什么合成台啊。那不管，我们之后再说啦。这边应该是对啊，这边逛过了。所以还有什么东西可以逛的吗？对，等下滑鼠怪怪的，会乱动。好了，应该是这样子啊，没东西啊。那我们之后还要去哪里？我不懂，你该不会要靠我？考我合成的东西吧，这我完全不会啊，所以是要怎样？这边也完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啊，哎，对，
然后这边应该也只是造景而已，其实没有什么特殊的用处。好了，那我们下去吧。对，下去。然后我家真的是，为什么家中间要种树啊？我家中间没有种树啦，烦。哦，开不了。好吧，是应该不是这边，所以我们还是要再找一下。对，我们就等找到的时候再说吧。好了，就这样过了一天。对啦，因为那个昨天就是玩到一半，然后就觉得一直卡关啦，然后卡到有点不耐烦，所以去睡觉了。对，然后今天又就是因为今天就是就玩一下，然后就找到了，就是找到一个就是反正就是没有在卡关的啦。然后对，东西呢是在一个非常北烂的地方。哦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子藏这种地方？这边不是有个箱子，然后写说这个都几岁了还在装话吗？对啊，一般就是看到这个，然后就不爽，然后就立马走掉了。其实上面还有一个这个啦，啊，储藏室钥匙。你不想说你了啦，干嘛藏在这么那个的地方啊？好啦，不管，反正就是。我们就是找到这边嘛，然后对，我们一直拿到这个锁链头盔了。这个锁链头盔是在一个阳台，然后外面有一个箱子，然后就拿到的。对，这个头盔，可是我觉得戴这个比较酷哎，对吧？那我们就戴这个好了。啊，反正就是这边应该中介石要干嘛？这种都放一些垃圾在里面了，感觉这都没什么需要。这什么东西？这个有什么特别意义吗？应该没有吧？对，然后我们找到裤裤了，穿上我的裤子好了。好，就这样。那个头盔等一下再穿。然后这个开不起来，所以这个紫色染料，我都不知道这个该不该拿了，有点不想拿了。哎，这没东西嘛？我觉得应该是这里面都是垃圾了。好了，反正先这样，然后这个地方就先快转吧，因为应该都是垃圾啦。死定了！对，我为什么把这种东西弄在上面？好了，反正储藏室里面的东西真的就是一如往常的，就是。跟想象中一样，就全部都垃圾了，因为对吧、啊，已经是预料中的事情了，所以应该是都找过了、啊。对，为什么还有啊？啊，反正就是储藏室里面东西都找过了，可是我觉得又卡关的感觉了，因为他说就是之后的钥匙会更难找。啊，根本就是为难我啊！这种东西都啊，应该都没有东西了啦。我觉得这种东西，这上面有什么吗？哦，刚为什么会这样卡住了？随便啦，反正对啊，都没东西嘛，都没东西。然后有些箱子会不会之后就打开了？不知道，搞不好弄一些东西，然后之后就打开了。像这种箱子啊，这种箱子就是蛮有可能会打开的。这没东西嘛，对。然后对，之前就是我发现之前啊，为什么是昏暗啊？我们把它调明亮了。之前就是一直调很暗，然后我觉得就感觉就是很不对，对吧、啊？这样好亮多了、啊，刚刚那个昏暗根本……啊，好了，反正我们可能之后要开始卡关了，因为拿到的都是垃圾，然后也不知道下一个要干嘛，对吧、啊？然后开那个门也不知道干嘛，开这个门这个不会打开，哎呦，奇怪，这个怪怪的，然后你看都不会打开啊，然后最可疑的就是这个箱子啦。这个箱子看之后能不能把它给打开了？对，只能这样了，不然真是没办法。好了，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子，所以我们拿到一堆垃圾，有，这是都一堆垃圾啊！啊，好了啦，反正就是如果再找不到东西的话，那就真的就要又要再快转的，搞不好又要到明天才能拍了。哼。什么？我只能哦一声了，我没办法，
没办法再表达我的心情了。啊，如果每一颗钥匙都要那么难找，那你到底是要怎样啊？哎，这是太刁难人家了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个应该是这个，把马铃薯给拿掉好了。看，虽然应该不会有什么东西。哎，刚那个有点，但是想骂脏话哎。然后大门钥匙是有多难找一样啊？哦，很好啊，大门钥匙最好给我找。找很久哦，啊，然后我是欠了你多少人情啊？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？以后你周第五就不实况了，跟你讲。哎，这是什么？这应该是那个啦。哦，这应该是那个我房间的那个储物箱，对吧？所以这个是蛮一般的东西。好啦，所以就只剩大门了，对不对 ？OK。所以，好，我觉得我应该又要找很久很久很久了。现在这个水应该是不会那么好找了，对吧？这个水应该是完全没有什么问题的。唉，对啊，应该是没问题的，完全没有东西，完全没有东西。好，所以应该就只剩大门那边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先去睡个觉好了。哇，床只能在上面。所以只剩大门钥匙了，对不对？看一下，对啊，就只剩大门了，所以应该是快要过关了吧？虽然我不知道找到大门钥匙还要多久啊，刚就花了好几十分钟去找，对啊，好了，反正就先这样了，然后等到找到那个大门钥匙再说啦，虽然不太想找了。好了，刚刚真的是一直找好久哦，然后。什么东西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就是什么都找不到了。然后我觉得，对，真的是大门钥匙真的找不到了。哎，作者，你之后再告诉我藏在哪里好不好？然后这个话不然被我打掉了，对啊，反正也没差了，反正这个被我打了。然后这个地址都出不去啊，根本完全都出不去啊，所以我觉得好像。应该要用其他方法来出去了。然后我这一边有一个重生苦力怕的蛋，我们可以把它放在这边，然后把它炸掉它。可是跟弱这边游戏有说它不可以破坏方块，所以我们这招不可以用。然后我又想到了一招，那我们为什么不去那个阳台这边，然后就直接放方块，然后就直接出去呢？不是吗？这不是可以直接出去了吗？我觉得是这样子啊，不然作者你自己出来解释一下，这到底要怎么破？如果真的是有一个合理的破法的话，那你告诉我，然后那算你厉害，对，不然我现在真的是找不出任何的方法就走出去了。对，你一定要跟我讲哦，对啊，因为真的是出不去，好，所以我觉得我应该用这种方法，这是你逼我的。哎呦，真的出不去嘛？对啊，而且就直接这样子出去可能会比较快。啊，准备好了吗？那我就出去吧。哎，直接这样就好了。啊，这边应该真的是没有什么机关吧？我真的找不到，我真的找不到任何东西。照理讲，那个大门钥匙应该是在那个农田里面，可是我真的找不到啊，完全什么东西都没有。这看起来根本就是很正常的样子啊，完全没有什么箱子或什么之类的，完全没有啊。所以我不知道到底是怎样了，好，不管了，反正我们就是出去了。然后作者，你记得跟我讲，记得跟我讲要怎么办哦。然后 roll and story 这边看一下有什么，好，就来看一下好了。后我终于逃出来，我真是神啊！中二代，该是去找爷还是杰哥？啊，哪个杰哥？为什么会有杰哥这种东西？等下，我刚刚是错过什么剧情吗？为什么会有杰哥这种东西？啊，不管了，反正要我们选去找杰哥还是找爷爷嘛。当然大家都知道杰哥是谁啊。可是找爷爷，可是我不是对不起他嘛，所以还是找杰哥。可是找杰哥太刺激了，这个比游戏还刺激啊，所以不要好了，我还是去找爷爷好了。可是杰哥好像会又比较好玩。不管，我们还是乖乖去找爷爷好了，向他道歉。对，好了，那我们就走吧。嗯，应该是可以顺利的过关吧，就这边，
有点快耶。为什么有点快啊？所以你是爷爷吗？你可以换书柜，好，这不重要。是钻石砖，还有 TNT 打火机。好 ，Grandpa's Gadget， 看一下好了。爷爷，你在这啊？这是我一部分财产，先啊，送你一边，然后还有一些炸边，把别墅炸了，我想搬家了。什么东西啊？对啊，那我要去杰哥那边，我不想把他家，不想把家里给炸了。那我们去杰哥那边看有什么，看那个杰哥到底是哪里的人物好了。好啦，所以大概就是这样，所以我们应该是很快就要结束这个实况了。对，然后那个家门，那个家钥匙真的找不出来啊，完全不知道他在哪里啊，根本这是，哦，没事，这是哪里？这是你为什么躲在这边？这是什么 ？Happy End 哈？到底哪一个是 Happy End 的？杰哥，我被爷爷赶出来，可以收留我吗？我虽然是跳家的孩子，不过杰哥，你干这？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可是你喂到羊的话，它就会飞起来。所以不要乱喂羊就是了，因为它会飞起来。